拿都李宗伟喊晒全家福，喜贺儿子运动会夺二金牌。感触看到他就想到儿时的自己。根据东方日报报道，大马羽球天王拿督李宗伟星期三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和面子书上发文庆祝长子李佳谦 Kingston 在幼儿园运动会上赢得了两面金牌，更表示为儿子感到骄傲。李宗伟在贴文中写道，我的宝贝儿子 Kingston 在幼儿园运动会中获得出色表现，赢得了两面金牌，有跑步和骑脚车运动项目。看到他就像看到儿时的自己，景画感触满满，儿子爸为你感到骄傲。李宗伟除了晒出与妻子黄妙珠以及次子李凯杰 Terence 的家庭照外，也发了 Kingston 在起跑线上的照片，许多网民纷纷在帖子底下留言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 Like father like son， 他是你的儿子。小 Kingston 要加油，以后说不定能继承爸爸，成为大马体坛的明日之星。以上所有资讯皆源自东方日报，所有图片皆源自 Instagram。